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祝你白龙。好，随便啦，我早上订的脚架现在就到了，好快哦。如果大家有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我现在衣服跟上次排队发票衣服一样，因为是同一天。好，来开箱吧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这个脚架只有这样？他箱子还放这么大？然后里面有泡棉，可是还是不懂为什么要放那么高那么大。收据、智慧手机、三脚架，重点就是这个东西啊。关于七天鉴赏及非试用，请保留完整包装。大家如果要买网购，然后要有七天鉴赏期的话，记得包装要完整。还有附袋子哎，好高级哦！我们的主角要出现了，还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打手机用的。就是这个，我记得我早上订的时候，它的价钱是699。我们来看一下699的定位。其实我只是要拿来放手机的，所以它不用到多好，只要可以架手机就好。我们来试一下，这手拍到吗？看一下。好，它有这种把它升高的功能，它脚可以展开。哦，它可以到很高哎！哇，我现在拍不到整个给大家看，它可以这么高，看得到吗？然后这上面这里还可以再长更高哦。其实等一下，这个是它的云台，它这个其实跟一般装单眼的那种脚架是一样的，只是它多附了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来开这个。哦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如果你手机比较长，就可以把这个拉长；你的手机比较宽，就可以把这拉开。然后这是有弹性可以夹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放在脚架的云台上面，然后榫卯把它接在一起。好，然后锁好之后呢，我把这个脚架先收走。这个云台可以把它看到吗？把它放在这上面。哦，有了，像这样。我把手机装上去给大家看好了。哦，好油，刘海好油，好热。它装起来大概就像这个样子，其实还蛮稳的。我的手机是 Note 4，连这么大的手机都装得下，那应该什么尺寸的手机都 OK 吧。今天的开箱影片就拍到这边，以后如果我需要的话，都会使用它来拍摄我的以后的新影片。我是白龙，各位白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就是对发票的网站，然后只要在上面输入，随便对一张好了，例如这张506506，共对了一张，共中了一张。这个就超方便的，来对一下吧。解开束缚，重生吧，钱鬼，听从。